什么做什么？既然你都是我的爱妾了，那我们躺在一张床上睡觉，也可以吧？你都这么骂我了，那我肯定不能枉担这个虚名。 是吧？没事，此人如此无礼，我一剑射死他，跟你出气。哎，好啊！你们家校尉早就想这么做了，不过他到现在都没有得逞，你要不要试一下呀？你住手！这句话到我说了，自己人。 大哥，大哥，外边有兄弟传信儿进来，说有大队人马马上杀上山来，还自称是什么讨逆大都督旗下郭职将军率领的大军，说要夺我们的山寨，杀我们全部人，拿我们祭天呢！听他们放屁！没事，大哥，我们山寨居高临下，易守难攻，兄弟们凭借地势也能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对，片甲不留，片甲不留，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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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莫说大话。老二，二哥，那个姓郭的。 是咱们的老熟人了，就是之前一直驻守望州的郭将军。原来是他，没想到他竟然投靠了孙静，乃至有点难办。那个姓郭的，出身硕系，但是论天下苦兵，咱们镇西军何尝发过其他祝福？对呀，是啊，这是我镇西军的之后兄弟，他经验一路跟着郭职，他也来向我报选。郭职残军还有不少人，且他们弓箭娴熟，硬碰硬，我们肯定会吃亏。 那是行了，你赶快带着这位娘子一起走吧。小薇，你先回营地，公子在并州等你。对，是行了，你先走吧，这里有我。也是，我这个斥候出身的兄弟，他最擅长在密林里作战，他必能战胜郭职那些残兵。我也留下来帮忙。我这位女使。 极善兵法，把他留下来，必能助大家一臂之力。太好了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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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嗯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，你还是赶紧回你的望州城去吧，不用管我了。那怎么行啊？ 你身为我爱妾，我怎么能丢下你不管呢？你要是再如此口齿轻薄，小心我杀了你！你看，你杀人的力气都有，却没力气走路啊！不行，实在走不动了，你想法子吧，我不走了。 我还真有个法子，不过呢，你得配合我。走，换衣服吧，屋里没人。 嗯，好了没啊？马上。你不就换个衣服吗？怎么这么磨蹭啊？哎，我换好了。好了，走吧。好了。 你这么白白净净的，不行。
过来。干嘛？别动啊！这干什么？你是要扮村妇？你看着像村妇吗？这又是做什么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去到衣服里。为什么？当然是让你扮孕妇啊，你挺着个大肚子我才好去借车嘛。你不是不想走吗？那为夫便带你坐车进城。孕妇，快点啊。这我怎么塞啊？你能不能快点啊？有车坐就不错了，还嫌慢，急什么？怕人家不知道你肚子里面是稻草。喂，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我又不是君子，我是淑。你淑女？你看你这模样，贤良淑德哪一个沾边？让我说。喂，我警告你别打了啊！不还手了！哎，老婆子，别哭了，山货没了，咱们可以再打。那些人置气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老赵，请问这里离并州还有多远？还远着呢，还有100多里路呢。你脸上这伤是怎么了吗？别提了，快！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山里面来了官兵，还在前面的官道上突然就设立了关卡。我跟老婆子本来是去赶集的，谁知道那群人比土匪还凶啊！今天晚上是烤兔肉。哎，这是我们拿到集市上换盐的。拿着，我们城里跟着孙大都督旗下的郭职将军讨逆伐乱，吃你几只兔子怎么了？滚！小郎君，千万不要走官道，那群人坏得很呐、啊。大姑娘、小媳妇，他们是更不放过。你家娘子年纪轻轻的，再说吓到她肚子里的娃娃，那就更不得了了。那除了官道，还有哪些小路可以绕开吗？从这里上山，往西面走有一条小路，那就绕得远了，而且都是山路，不好走。等天一落黑，就更不好走了。谢谢老赵。哎，记住啊，别走官道，别走官道，别走官道啊！Thank you.